当战鹰看球时6岁围棋奶奶击败20岁选手，被弹幕疯狂嘲笑。近期围棋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在4月13日的时候，生于1927年的世界最年长、现役职业棋手山内寿子八段在日本第62届时段战的预选赛当中，直黑逆转胜生于2003年的横田日菜乃出段。 获得2023年的第3盘胜利，你敢信？96岁一年能赢3盘，我26岁的时候一年也就赢了2盘。友情提示：马上要到5月了，银将今年目前只赢了一盘棋。你们哈哈什么？看看人家，我不用说一96还能赢3盘，我能活到96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大事件，因为这一盘棋也创下了史上最大年龄差高龄胜利记录。 这盘棋打破了山内寿子的丈夫在2015年击败外柳士文，1994年出生的，创下的最大年龄差高龄胜利记录。也就是说，她打败了她丈夫的记录。我的丈夫到生命的最后都是现役棋手，我也必须尽全力去下。在疫情肆虐的3年里，山内寿子仍然坚持比赛。从2019年底至2022年初。 他那796输5天19连败不改旗帜，终于重获胜利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每次当这种连败快要击垮我的时候，我总能从前辈棋手的身上找到继续努力和坚持下去的动力。经过5个半小时293手的激战，山内寿子直黑3目半胜出，又一次向世界昭示了围棋作为竞技项目可以超越年龄的局限。 百岁老人在围棋世界能够永葆青春，这是挑战极限的偶像，也是围棋所蕴含的功德。让我们向山内寿子奶奶致敬，也希望她能够保重身体，多下几年棋。最后也希望作为棋坛不老松的瑞老，在96岁依旧可以轻松淘汰战。